这个套件其实有一个画过几次哦，那只要切割正常的话，都很容易就是正常过洞。好，我全部拆下来了哈。这边拆零件哈、哦，有没有技巧？有，拆零件的技巧就是从零件的背面那一边压，会比正面那一边压容易拆下来。正面就是光打的那一边。 背面就是有那个蜂巢板的那一边，那一边是背面，从背面压会比正面好压，为什么？后来我理解了，因为我们那一边是不是接点会比较宽，所以你把它切断就好了，撕裂的位置就是它接点比较宽的位置，就是这样，所以从那边会比较好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哈、哦，来接它，这三根比较粗的，要接到。 这板子上的三个洞，直接上去就好了。那这个接到正面反面，你自己看松紧程度。我接到正面可以进去，也觉得紧度也差不多。对，接到正面我就接到正面。好，这三个就上去了。好，这三个就上去了。OK， 三个上去了呢，连带的这一边就可以把它。 装上去，这个也装上去，好。